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好啦，各位。今日咧就係冇台長嘅鬱敏踩場，今日係11月16日。不過我哋今日多咗位嘉賓，咁呢位嘉賓咧就來自三藩市，呢個即係 Open Sky Radio 嘅負責人，咁亦都係我哋啲老友記。咁我每次去三藩市咧，都有同阿新仔咧，大家即係我哋試過做過節目喎，係嘛？係即係做現場喎，我同你兩個做過噶咯，係嘛？咁啊嗱，我哋介紹咗我哋今日嘉賓咧，咁啊一陣間咧就會同佢傾下關於呢個三藩市我哋啲啊普羅之友啊 My Radio 嘅支持者啊，咁同埋佢即係呢個 Open Sky Radio 而家喺三藩市嗰個發展嘅情況，咁一陣間可以請佢講下嘅。不過咧，就我哋同阿新仔傾佢嘅問題。啊，或者講下佢嗰啲嘢之前咧，咁我哋就梗係要講下聽日嗰場港中大戰啦，咁係嘛？足球你專家嚟嘅喎，你點睇啊呢場波？有冇勝算先？冇咁嘅表情，大佬係咪？而家個個慶合合嘅時候，嗱而家喺個積分排名嗰度咧，香港仍然係排第二嘅喎，排第二，係嘛？即係嗱，呢個咧就我哋喺網上度啊，即係借嚟一用嘅。香港勁抽啊！香港國家隊加油咁犀利啊！呢啲網友做嘅嚇，咁啊嗱，我哋當然就梗係同香港隊打氣啦，呢個唔使講啦，係嘛？咁香港隊有冇勝算咧？即係我啊想阿根咧嗱，用少少時間講下啦。嚟主場喎，作客喺大陸喺中國都打和喎，咁主場應該有啲勝算啩？唔係完全冇，但係因為大陸嘅國家隊佢對上嗰場啊大炒咗不丹，就所以個士氣好翻啲嘅。12-0喎，好似黐線嘅咁樣大炒都有喎嚇，士氣就即係好啲。係啊，同埋我哋對上嗰場喺馬爾代夫其實係打得贏得幾驚險下咯。嗰場有得贏攞嗰三分就執到嘅真係。老實有好多下反擊係爭啲攋嘢嘅，係打得唔好喎嗰場波係，係嘛？但冇辦法，真係夾硬去。但你好難嘅，你個心理狀態都受影響啦。但國際足協係好明顯係有偏，你去到馬爾代夫嗰度，人哋啱啱出緊事係嘛？大佬即係個個都心驚肉跳。之前有一場中國作客卡塔，喂作客呢個馬爾代夫話嗰度啲草地爛咗，而結果就走埋去翻去中國大陸嗰度打埋，當埋係即係當埋係打多場主場。反為我哋而家嘅政局不穩，都要夾硬走去打。係咯，咁所以心理上邊多多少少都有啲影響。係啊，周居勞頓啦，咁你一來一回。嗱，始終咧，即係作客咧同主場咧，當然係有個差別㗎啦，大佬係咪？即係我哋睇咁耐波都知啦，係嘛？主場永遠係佔優少少㗎嘛，係咪？作客就真係爭少少㗎嘛，作客贏波好叻㗎啦，就除非嗰兩隊波即係好懸殊啦，係咪？如果你一般平手波嚟講，作客贏波嘅難度非常之高嘅，係咪？喂，成個球場你都聽到噓聲，係噓作客嗰隊啊嘛，啱啊嘛，係咪？咁所以講到噓聲咧，足總個負責人就話：喂，噓有噓聲就贏都當輸㗎啦，咁樣我就唔明呢啲係咩邏輯啦，係咪？嗰、那個噓聲好多時係打氣嚟噶嘛，係咪？咁而家就驚噓呢個即係《義勇軍進行曲》啊，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歌，係嘛？咁我喺度睇，即係亦都有啲朋友同我講話，佢鬱敏得7000座位，你買到飛嘅人好少，係嘛？你有冇揾人幫你買飛啊？冇啊！好多朋友都話買唔到飛，係嘛？買到飛嘅人好少，咁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入場嗰7000人咧，真真正正幫港隊打氣嘅可能得係2000人。係嘛？其他嗰啲咧就係幫中國隊打氣嘅，咁於是就一定係唔會噓國歌一奏嘅時候，全部集體起立致敬。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而家唔知道，聽日先知道。但係如果真係出現咁嘅情況，
呢啲咁嘅即係入場券啊，之前俾人做咗手腳，令到即係香港嘅球迷啊，即係喺嗰個場裏邊唔係佔多數嘅話，你主場都冇用喎。主咩場啊？主場就係你自己球迷多，係嘛？殺聲震天，係嘛？或者啲喝彩聲，係嘛？打氣聲。喂，呢個係對啲球員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噶嘛，係咪？冇曬呢啲聲，然後嗰場波出現嘅情況，即使喺你香港主場，話中國隊一進攻嘅時候，哇！大家拍曬手掌咁樣，喂，咁就真係好結喎。係啊，係咪？喂，呢種情況會唔會即刻出現咧？我唔知道，只不過有啲朋友傾開，就有人有呢種憂慮。好啦，此其一。第二，好多人入唔到場嘅，咁你要撐香港隊啊！呢場港中大戰。咁我哋喺香港梗係叫港中大戰啦，咪中港大戰啦，係咪？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啲政治正確，一定叫港中大戰，係咪？香港係主場，係咪？喺大陸就中港大戰，佢係主場，係咪？咁嚟到香港港中大戰，你喺個球場入邊，香港嘅球迷係佔少數嘅，咁你話真係咪結核突咧？你話係咪？所以咧，即係而家咧喺場外咧就有好多人，因為你話講，如果係喺政府大球場有28,000人。咁你都仲話係咪？咁你好多人都可能會買到飛啦。而家你喺旺角大球場得個7,000人，咁而家亦都極有可能咧，有啲飛已經俾人哋嚇，即係自己嚇內部又好，乜都好啦，搞掂曬啊之類啦嚇。咁於是咧就好多團體咧就安排咧喺場外睇波啊。所以咧就呢個無記電視咧啊，唔係無線電視啊，喺網上就出咗一個。港中大戰睇波地圖，咁你睇呢個睇波地圖，你就睇到有啲咩地方啦，係嘛？咁呢啲地方咧，大家可以嗱，而家喺我哋嗰、那個即係 mon 嗰度可以睇到嘅，喺熒光幕，大家而家睇緊直播咧，你都可以喺呢個電腦嘅屏幕裏邊嚇，你可以睇到噶啦。咁而家咧，暫時我哋睇到嘅咧嚇，港中大戰睇波地圖你就睇到啦。呢、這個要撐自己人，香港競州，咁啊就港九。而家我睇到嘅就應該係港九新界都有喎，係咪？譬如喺呢、這個沙田區咧，即、就、係、是、新界咧，就係、是、排頭村啦。咁啊，中大圓形廣場啦，啊，咁另外咧就是、馬鞍山嘅耀安中心啦，啊，咁啊，另外喺屯門咧就是、屯門站嘅 B 出口，即係嗰個西鐵站啦，啊，咁就喺九龍呢邊咧，我嘅選區咧。就起碼有3笪地方有得睇嘅，啊！所以我聽日立法會要開會，睇下有冇辦法射出嚟啊！呢3笪地方咧就係包括美孚橋底，另外就通州街橋底、深水埗通州街橋底，另外就土瓜灣牛棚書院側邊嗰啲長燈，係嘛？咁呢幾笪地方咧就係九龍西，咁然後喺港島區咧就西環山道。啊，同埋香港大學嘅中山廣場，咁啲學生搞㗎啦。啲中山廣場喺大學校園入邊嘅，咁西環山道咧就亦都喺香港大學附近。咁另外喺鰂魚涌咧就柏架山山腳又有得睇。然後九龍東咧就伊時工業大廈嘅天台牛頭角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可能仲有其他地方嘅，不過我哋睇到而家暫時即係呢個無記電視喺網上鋪呢一個睇波地圖咧。就是以下呢啲地方，係嘛？咁就喺沙田排頭村咧，主辦嘅單位咧就叫希望啊，全部有團體嘅喎，有名嘅喎，唔係啲人去搞事嘅喎、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喎，係嘛？即係大家冇得入場，咁啊又唯有喺出邊睇啦，係咪？咁耀安中心咧就係、是、啲社工搞嘅啊，社區人士啊，叫做香港好波，就是、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啊。咁就喺耀安中心馬鞍山嗰度咧，就是、一個香港好波啊！大家可以觀賞呢個賽事啦。咁啊，呢啲咁嘅所謂戶外賽事，屯門啦又有啦，係咪？誒戶外直播啦。咁呢度就冇團體主辦嘅。咁啊，鰂魚涌啦啊，鰂魚涌就喺個柏架山道嗰度。咁呢度咧就係、是、往鰂魚涌街市行人天橋嘅橋底啊。咁另外咧就係、是。中山廣場就是香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主辦的啊，咁當然佢哋即係會喺中山廣場嗰度擺個大嘅電視屏幕，咁啲同學可以睇。咁但係我哋街外嘅人咧都可以入去嘅。如果你喺即係香港大學附近住啊，嗰啲朋友或者港島區咧，你都可以去香港大學睇喎，擠爆個中山廣場都好喎，係嘛？
咁另外咧就係、是、西環啦，啊西環嗰笪地方又冇主辦單位嘅嚇，咁啊大家就請便啦啊！嗱呢啲咁嘅地方咧，嗱美孚嗰度其實就都有啲人搞嘅，咁誒、美孚嗰度特別啲喎，美孚嗰度咧就喺嗰個橋底啦嚇。啊咁就即係呢個所謂大家使用個公共空間啦，係嘛？咁啊，但喺美孚嗰度咧，就區選期間啊，咁佢就啊，主辦嘅人咧就話：，我哋邀請美孚嗰啲即係區議會候選人去觀戰咁。咁啊，喺美孚嗰度咁多個，應該兩美孚南、美孚中、美孚北三個選區啦，係嘛？加埋咧。就有呢個八個候選人嘅，咁啊呢八個候選人咧就呢個主辦單位邀請我嚟睇波啦，咁樣啊，唔好淨係一兩個嚟睇，係咪？唔好借宣傳，個個都嚟。咁另外喺我嗰、那個嚇、啊、環頭啊，即、就、係、是、我個選區咧，深水埗咧，就係、是、呢個街頭睇波撐香港啊。咁啊，通州街，通州街咧就係、是、嗰個所謂天橋嗰度咧。嗰度誒專趕啲露宿者嘅政府啊，咁嗰度有好多露宿者嘅，咁啊大家咧可以嗰度又可以睇，咁啊土瓜灣咧亦都係街頭睇波團仔牛棚舒遠則根。好啦，呢啲咧就係聽日暫時啊，大家可以睇到嘅就係有即係差唔多咧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處地方，其實唔止嘅，我諗聽日仲有其他地方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去聚集去欣賞呢場賽事，仲有一笪地方咧，呢個圖冇嘅，咁我估計咧都會有人嘅，咁但係嗰度咧就未必擺到呢啲熒幕嚟睇波嘅，嗰度咧就係呢個旺角球場嘅出邊，你估有幾多人咧？都難講嘅呢樣嘢。嗱，嗰度就界人街啊，係咪？另外嗰邊就轉入去遊遊一村啊，同埋大坑東啊嗰度啊嘛，係咪一帶啊？係嘛？咁有幾多人咧？我哋真係估唔到。嗱，我哋又冇吹雞叫人去，咁啊，其實都唔需要吹雞嘅，因為已經有人吹咗雞啦，就是、警察，係嘛？警察叫你啲人就唔好去旺角大球場呢、這個球場外度聚集。喂，大佬入唔到場，喺球場門外感受一下大戰嘅氣氛都得啩？爬樹啦，啊，即係爬樹睇咯。唔係咯，我啲爬樹睇啊，好多各有做法嘅。咁而家咧就動員咗千幾個警察，係嘛？喂，大佬打場波啫，使唔使千幾個警察咧？仲有使唔使啲警察行出嚟呼籲，叫你唔好去嗰度？使唔使攞筆反對通知書先？係嘛？我就咁行過去，個人自由自在咁三五個咁行過去，使唔使筆反對通知書先？係嘛？唔係非法集結啦啩？呢、這個喂，我去睇波啫喎。我入場冇得睇，我感受一下嚇場外嘅氣氛，喺場外打氣都得啩，係咪？喂，我哋上網知道嗰個比賽嘅過程噶嘛，啱嘛？應該正路嚟講，係嘛？咁有啲媒體會直播噶嘛，係嘛？我上網睇得到噶嘛？咁我打氣得唔得先？係嘛？中國隊進攻嘅時候我打氣得唔得先？入波嘅時候我打氣得唔得先？係嘛？所以呢啲咧，呢啲做法係好戇居嘅，我覺得係嘛？嗱，呢一場所謂世界盃外圍賽港中大戰啊，咁你喺聽日咧就八點鐘喺旺角場上演啦。咁啊，警方咧就喺呢、這個琴日就召開記者會啦，就公布咧即係當晚嘅人群安全管理措施同埋特別嘅交通安排。咁呢啲咧過去喺大賽度咧，又或者政府大球場嗰啲七人啊欖球賽咧。咁政府都會即係公布咧一啲即係特別嘅交通管理措施嘅係嘛？有啲車有啲馬路又唔入得啊！人群嘅疏散啊等等，因為畢竟28,000人，每一年打呢個即係欖球賽咧，即係香港咧都係非常之熱鬧嘅，係嘛？咁有好多人咧都湧去呢個政府大球場，有啲咧就喺門口等嗰啲靚女出嚟嘅喎。唔係因為好多靚女噶嘛，你明唔明啊？有啲喺球場入邊就咁樣噶嘛，你明唔明？年年都有噶啦，有啲人攞跑走出去球場噶嘛，呢、這個就係香港即係、就是、主辦欖球賽嘅時候最吸引人嘅地方嚟嘅，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老實講係一個旅遊項目嚟嘅，即、就、係、是、促進旅遊業嘅一個好重要嘅項目嚟嘅。咁梗係會有啲交通管理措施啦。咁你7,000人去旺角，使唔使特別有啲交通管理措施呢？
如果要有的就是你警方都預計會有些人群會聚集在這個旺角球場的外圍周圍周遭的地方你估計到的嘛，是不是？那究竟有多少人？那我想他們都在盤算著。那當然有些人就說，唉，即用一個即陰謀論，就是他警方怕你，或者即政府高層怕這一場港中大戰會出事，是吧？或者如果這些人群太多聚集在球場門口，那也有機會有些人順便就佔領了，是吧？佔領翻版，是吧？所以呢就防患於未然，就出動呢即龐大的警力，是吧？又做這個特別交通安排，是吧？咁啊，旺角警區助理指揮官咧就阿余偉傑咧就話咧，要保障公眾安全啊，作出適當嘅安排，又確保呢個球賽順利進行。咁亦都要令到咧球，即係呢個球迷咧可以喺安全嘅環境觀賞球賽。咁我覺得呢個講法有好多餘嘅喎，大佬有幾唔安全啊，大佬。喂，你係主場係嘛？嗰啲球迷鬧事就一定喂。不會在個主啲，喂，我哋冇大陸嗰啲咁冇風度嘅，大佬主場輸咗波啊，暴動啊，打人啊嘛，香港係應該唔會嘅，係咪？所以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個安全問題嘅，係咪？咁但係反而有啲人咧，就係從嗰個政治嘅角度嚟講咧，就係話，喂，呢場波啊，咁啊，有啲球迷即係我睇翻以前啊嗰個經驗咧，就會噓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嘅咁。係嘛？咁呢個就即係有辱國體啊！主辦單位咧，足總就好驚，係嘛？咁成日強調咧，就話啊會扣分啊！喂，冇可能扣分喎，最多罰你錢嘅啫喎，係嘛？搞到暴動先扣分係咯。啊！即係如果出現暴動先扣分，唔係冇可能扣分啦，係咪？咁呢啲又喺度即係恐嚇，係嘛？咁仲有咧，其實即係今次嗰個所謂保安咧，足總方面咧又非常之嚴密嘅。但佢嗰種做法係好無謂嘅，譬如話咧，呢樣又唔俾你帶，嗰樣又唔俾你帶，係嘛？嗰啲還額啊，如果你話香港勁抽水唔準咧，如果按照佢哋個標準就係、是、呢、這個都係叫挑人喎，嚇、有挑人性都唔得，咁呢個算唔算挑人先？香港勁抽算唔算挑人先？嗱，呢個係過去即係喺呢個世界盃外圍賽香港隊出賽嘅時候都有嘅歧視嚟嘅，同埋一個 slogan 嚟嘅，香港勁抽係嘛？咁如果呢啲又唔准帶，係嘛？所有打氣物品，係嘛，都要向主辦單位咧去申請嘅。啊，咁佢梗係要同你即係言論檢查啦，係咪？譬如話，如果有啲人舉一面旗打倒中國隊，呢一個標語一定唔會俾你喺個球場度出現啦，係嘛？大炒中國隊咁，佢肯定唔會俾你出現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打一場咁嘅波，我哋香港係主場，係嘛？都要搞到好似如臨大敵咁咧，其實反映咗一樣嘢咩嘢咧？就阿近就即係有啲人真係內心虛怯，係嘛？你唔係話香港個個都愛國愛港嘅咩？係嘛？咁你中國隊對香港隊，梗係和平㗎啦，係咪和諧到不得了啦？大家喺球場上即係盡力啊，去爭勝。但是一定是非常有體育精神的嘛，理論上應該是這樣，是吧？如果用他們的話來說，大家自己人，是吧？血濃於水，是吧？同胞來的，是吧？咁但是打波就是打波的啦，打波就是要贏的啦。咁你而家大陸搞聯賽，除了假波那些，咁你話是不是搏命打踢啊？不同的球會是不是打得比啊？是吧？你在而家即係譬如話啲歐洲那些咁嘅所謂國家杯嗰啲唔講啦，係吧？一般那些即係。譬如那些即係聯賽啊，嗰啲甲組超級聯甲組聯賽啊，或者英超啊呢啲，佢每一隊波係咪各為其主打得比先，係嘛？一定噶嘛，係嘛？咁你打到歐洲國家杯嘅時候，係每一個國家代表隊係咪要打得比先，係嘛？一定噶嘛，梗係為自己嘅國家係嘛？去即係去搏老命噶嘛？咁你香港隊喂而家主場打呢場世界盃外圍賽，我話知你對手係咩人啦，梗係搏老命去打噶啦，係咪？所以如果帶有呢啲咁嘅政治嘅有色眼鏡嚟睇呢場波咧，咁當然就問題就好大啦，係嘛？咁當然啦，香港而家亦都面臨一個問題，就係喺呢個所謂中港融合啊，融到香港都唞唔到氣啦，係嘛？咁大家有呢場波睇下，喂，如果港隊踢得好，
係嘛？贏咗呢個中國隊，咁你話係咪大家應該仲係即係可以消下啖氣，同埋個人都會比較開心啲啊？係咪？喂，呢個亦都係成個社會嚇，即係嗰個安定之所寄啊！你冇睇少一場波，波咧，你話同政治冇關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同政治嘅關係咧就密不可分。而家足總所做嘅嘢，全部都係政治嚟嘅，係嘛？包括我哋頭先講嘅，我哋擔心嗰啲波飛可能俾有啲人壟斷咗相當多嘅波飛，咁然後令到好多即係要為中國隊打，為香港隊打氣嗰啲球迷咧入唔到場。嗱，聽日你睇下個場面就知道噶啦。如果呢個義勇軍進行嗰日奏起，係嘛？喂，其實香港隊如果出去比賽，都係奏義勇軍進行曲嘅喎。係啊，係嘛？咁你而家中國隊嚟香港，咁又係奏義勇軍進行曲嘅喎，係嘛？就俾人香，好多香聲嘅話，咁點啊？嚇？咁啊停咗場球賽啊？喂，呢個係勢必出現嘅喎，因為根據過去嘅經驗，就每一場球賽有香港隊有中國隊份嘅，係嘛？咁啊勢必香嘅喎，係嘛？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中國隊自己做主場嘅時候對外隊，係嘛？播呢首歌嘅時候一樣香喎，而家就係咁樣，係嘛？咁啊自己檢討啦，大佬，係嘛？點解你要播呢個中國國歌嘅時候，香港人啊會香咧？咁呢個係咪值得檢討先？值得你北京嗰啲領導人自己閂埋道門啊，反躬自省，咩理由？你講嘅香港回歸十幾年，但人心未回歸，點解人心未回歸呢？到打一場咁嘅波嘅時候，香港人梗係企喺香港嘅立場，係嘛？支持香港隊呢個必然㗎啦，係嘛？調翻轉，我哋去大陸打波去中國，你咪一樣係要支持中國隊，係嘛？呢個好正常，咁你唔需要話，喂，咁你咪好著數啊？佔咗便宜又賣乖，係嘛？去到邊度打你都係你偉大，咁點講得通嘅啫，係嘛？咁你嚟到香港，香港人梗係支持香港隊㗎啦！你而家問足總嘅會長係嘛？足總主席支唔支持香港？唔通佢話支持中國隊啊？係咪啊？因為講埋嗰啲講咗等於冇講。哎呀，兩隊邊隊贏我都咁開心嘅，大家中國人講呢啲啊，係嘛？講呢啲唔啱聽嘅，老實講係嘛？香港人一定係支持香港隊啊！你而家問下啲政客啦，譬如好似上次你記唔記得曾俊華入去球場打氣係嘛？哇！支持香港隊。咁今次如果曾俊華再去呢個旺角球場睇波，係嘛？咁你話佢幫邊隊打氣咧？你俾我好多頭痛啊！你俾我去我都頭痛。你即係你俾我曾俊華嘅，我都係嘛？點會頭痛啫？咁啊唔使諗㗎，幫香港隊打氣㗎啦，係咪？喂，你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喎。咁但係如果佢想選特首咧，就最好唔好入場咧呢場波。你平時香港隊對第二啲隊咧，香港主場咧，你入場啊咁支持香港隊冇問題喎，係嘛？但係去到呢啲咁嘅環境，香港對中國，咁你香港特區嗰啲高官入場睇波嘅話，咁你真係頭暈㗎喎。即係正如阿新仔頭先講，喂，你都唔知點喎，係嘛？你香港隊對馬爾代夫對其他即係香港主場對卡塔爾咁你順理成章啊，係咪？即係上次卡塔爾喺香港踢，香港踢得好啦，係咪嗰場波係咪？咁你梗係支持香港隊啦，係咪？咁但係對中國嘅時候，喂，理論上你都係應該支持香港隊嘅，冇理由支持中國嘅。咁但係如果你入場嘅話咧，你就面臨一個即係相對比較尷尬嘅一個情景啦，係咪？咁你話波同政治冇關，波又可以凝聚人心，係嘛？所以聽日咧，我自己覺得呢一場波勝負咧就其次。聽日香港人嚇，即係喺我哋頭先講緊嘅呢十一笪地方睇波啊，即係佢哋嗰個表現啊，我哋甚至乎可以喺呢度預告，佢一定係一面倒啊，即係支持香港隊，幫香港隊打氣。頭先講嗰十一笪地方咧，到時一定係人頭湧湧，非常之熱鬧，因為你入唔到場睇，係嘛？咁啊，聽晚八點鐘，大家收咗工，係嘛？一定係飯都唔食噶啦，係嘛？就一定係去睇波，係嘛？咁當然屋企都有電視轉播，咁咩過癮得過出去睇，然後大家一齊歡呼，大家一齊同香港隊打氣咧，
係咪？所以我哋真係啊，即係我要代表香港人咧，就好多謝呢個無記電視列出呢張表，咁大家就好清楚。其實我哋當初都想搜集一啲資料咧，就係關於聽日究竟有幾多啊，即係幾多地方有波體啊，即係大家即係民間自發嘅。係嘛？可以擺到個電視喺度聚到人，咁就睇波。我諗係唔止呢十一笪地方嘅。OK， 係嘛？咁呢十一笪地方咧，即係譬如大學都有兩間啦，係咪？中大啦，同埋香港大學啦，係嘛？咁佢啲學生都有翻咁上下啦，咁多人啦，係咪？咁呢兩笪地方咧，呢兩個校園就一定係爆曬棚㗎啦。咁另外其他嗰啲地方，咁大家可以就近咧就去嘅嚇。咁當然有啲人選擇喺屋企度睇波，亦都無妨嚇。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值得大家關注嘅咧，就係旺角球場周圍究竟會有幾多人睇唔到波喺嗰度同香港隊打氣？咁呢個係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好，休息一陣。